进阶数，一路增加一个，那都是比赛了哈，前头是让大家鱼儿吃，我去吧，好 ，OK， 可以啊，那个区域不占人，那个区域占个人，但是离那根线，至少三米，五米，约五米就行了啊，那个你不能拿个尺子来量，那个教练管把握，我还要问为什么要限。我要问为什么要行？啊，那样子可以行。那么，传球三次过后传过来。来。得分。高空吗？那个时候轮转如何轮转？那个防守。进去。你看。那个重击。那个防守，懂吧？好，我们先试一下哈。那边进攻了。中间那个防守站在中线那里。防守点可以一抢啊，陈哥。我有你啊，你进一个。哎，防守那个罗密奇，罗密奇一个。你们不要说话，有没有懂？懂的举手。懂了，懂了。他们都懂的。那做的事儿不行。那个防守吧，他还进去，他又转到那儿的时候，那球，防守你防守，球打哪个传球就传球进去，哪一方进攻，哪一个防守。不是，来，我单独给他解释啊。在首先，我们以那个区为例啊，那个地方是三打一。哎，进攻，防守。三个进攻传三次过后，啪传过来。而那个时候，那个防守站在，他进入那个区域了，拦截了。好，而那个在那个区域的防守，他进入到那个区域进行三打一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始终只有两个防守。OK， 知道了，还是一样给你进。好吧，出来。